这个比赛，对我来说不仅仅是，棋盘上面的，一次较量，一次对自己的性格弱点的一种克服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、更加自信，来迎接这次挑战。而且比较重要的是，在人生状态，我比以往要更加成熟。希望你们享受观看这次比赛的过程，能从中得到很多乐趣。